特别啲欢呼声同埋掌声嚟听下先。就是父親節啦，在這裡祝大家父親節快樂。同埋現場我相信都有很多爸爸在這裡。其實我們今天活動的主角也是一位很孝順的女兒，很疼愛爸爸的，就準備了一首歌是送給爸爸做禮物，大家都知道她是誰的了，不如以最熱烈的掌聲和歡呼聲有請 Leslie 姜麗文。好，各位繼續幫 Leslie 打氣好嗎？一二三，哇！好，我哋先望中間位置啊 ，Leslie， 望望中間嘅記者朋友先。一陣間咧就會同 Leslie 傾下偈啦，同佢咧就會介紹一下呢一首新歌啊，相信大家咧都期待啊。我哋望埋左手邊位置啊 ，Leslie， 我哋右手邊，右手邊。好，同埋大家見到咧，其實我哋 backdrop 上面呢一張相咧，已經充滿住父親節嘅氣氛啦。好 sweet 啊！咁呢一首歌咧，其實都一樣嘅 sweet 㗎，係送俾爸爸㗎喎。咁啊，轉頭咧可以問下 Leslie， 究竟呢首歌係點嘅咧？望翻中間位置啊，望翻中間位置。好，係咪都影到靚相咧？各位，唔該曬 ，thank you。唔該曬。好，歡迎曬 Leslie 嘅同事咧，傾下偈先。Leslie 啊，喺度都要補足一句咧，新婚快樂。多謝。想先問下，其實呢個新婚生活你習慣未，同埋感覺係點咧？習慣嘅，因為我哋始終都喺埋一齊都5年幾，但係反而我哋係結咗婚之後翻到嚟香港咧，就係真係 feel 到個 newlywed 嗰樣嘢，就係因為。其實結婚不只是我們兩個人的事，是真的兩個 family 變成一個 family， 這樣我就很 feel 到了，相信很開心啦，亦都很開心。還有還有一件開心事呢，知道其實今天呢，這個活動呢是 Leslie 第一個的個人活動來的。是啊，是我未試過，今天見到全部都是你來的 Leslie， 好感動啊！我剛剛走過來都要忍住，不要喊住，真的 很開心。可不可以令到 Leslie 再感動一點啊？今天呢給一個任務，大家盡情地歡呼和支持 Leslie 很重要啊。嚟到呢度咧，我哋不如亦都同現場嘅粉絲玩個遊戲啦。咁其實咧，因為嗱，啱啱頭先我提過啦，新婚啊嘛，咁當然要收到大家嘅祝福，同埋要有禮物啦。咁所以我哋第一個遊戲咧，其實就會由粉絲親手整啲禮物送俾你嘅。我哋不如有請工作人員可以將我哋嘅道具準備定嘅同時啦，亦都有請我哋兩位粉絲上台先。不如嚟我哋中間呢個位置啊。好，介紹下自己先。喂。你好 ，Hello， 我是 Gigi。好啦 ，Gigi 同 Jojo 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啊！大家看到啦，我哋面前有啲好靚嘅花籃喺度啦。咁我哋整一個咧就係結婚嘅花籃送嘅 Leslie。咁就準備咗好多唔同嘅花啦，發揮大家嘅創意。咁然之後咧就去佈置呢一個嘅花籃。咁佈置完之後咧，仲要話翻俾阿 Leslie 聽啦，究竟個設計嘅概念啦、idea 係啲乜嘢？咁最後咧 ，Leslie 好重要啊！你要決定邊一位嘅粉絲嗰個花籃咧，你中意啲嘅話咧，就為之勝出。好難啊！係啊，手心手掌都係肉啊，難㗎呢一個。好。咁不如咁啦，我哋數三二一就正式開始㗎啦喎，準備啦喎。嗱 ，Leslie 你可以幫手嘅，喺中間嘅途中。大家準備，三二一，開始。好啦 ，Leslie， 你其實對花有咩要求呢？我好中意花嘅，我好中意收花啦、買花啦，我屋企永遠都會有花嘅。咁多謝佢哋，佢哋都會成日送花俾我嘅，其實。但係可能大家見到咧，我結婚嗰陣咧，其實嗰個花係特別啲嘅，係一個好似西蘭花嘅一個。西蘭花嘅。一個綠色嘅花，所以我都中意，即係好多唔同類型嘅 flower 我都中意。所以我估咧 ，Leslie 中意有創意啲嘅。所以依個好啱啊！係啊，要靠你哋兩位啦。喂，好靚！喂，屋企有冇上過堂啊？有冇上過堂？好有 sense 喎，你哋。啊 ，very nice！
加油啊！我哋仲有少少時間，嗱，同埋咧記得要諗埋究竟呢一個花籃有啲乜嘢設計概念，要解釋俾阿 Leslie 聽嘅。係。有故事啊，有特別意思啊 ，Leslie 中意咧，係啦，就揀你做冠軍啦。Leslie， 你冇頭痛啊？因為兩棵都咁靚，兩個花籃都咁靚。花籃好少會覺得。係咯。唔靚喎。又係啫。是加油啊，各位！同埋我哋整完之後咧，亦都可以影張相先啦，例如。係。Leslie， 同埋你有冇試過收過啲好靚嘅花咧？有。係。咪就係我應該最中意都係嗰個西蘭花。即係都係個西蘭花，無可取代咁。即係其實點解我揀都係因為即係我老公咧都少啲會買真係呢啲 rose 嗰啲花，佢反而會因為知道我中意啲奇怪啲嘅咧，就係、是、會買嗰啲好似西蘭花嗰啲啊，嗰啲菜啊。老公好有耐心啊。係啊。好啦，我哋。是不是差不多完成了我看到差一點點而已好加油加油收花還是開心的是你呢男人呢我就喜歡買花真的是不是即是送給女朋友啊現在女朋友很開心喂其實因為每一次你都要想想喂究竟好像之前有送過類似的你只想送另外一種花你下次試試西蘭花好啊我也試一下西蘭花是好東西有健康好，係咪差唔多喎？好，呢一邊嘅粉絲準備好啦。咁我哋不如係邊邊係頭邊邊係個呢邊啊？冇錯，呢邊好。Oh, so nice. 不如我哋嗱先影完相，再解釋下呢一個花籃式嘅概念係點先。不如 Leslie 佢中間位置啊，同我哋兩位粉絲一齊影張相先。我哋 sweet 啲嘅一齊親密啲影張相啊。中間位置嗱，我站眼睇咧。兩個花籃都各有千秋嘅，兩個都係靚嘅。咁究竟 Leslie 會點揀呢？應該都有啲頭痛啊！好，我哋補多張相先。同埋記得 Leslie 有講咧，佢中意啲比較怪啊嘛，佢話你哋要加啲怪啲嘅元素落去，可能要搞解一個嘅 idea 嘅時候，不如就由邊一位粉絲講先啦。我設計呢個花籃咧，有啲紫色嘅花，啲紅色嘅花，就想祝 Leslie 嘅大紅大紫啦！ Yeah, 好啊，好啊，好啊！繼續，大家繼續聽多啲 Leslie 嘅歌，多啲能量。多謝，好好啊，好好。好食得有。咁我呢度有七彩藍色嘅花啦，咁其實有唔同類型都有，咁就想即係講同大家講就係 Leslie 其實一個好。有才華啊，好多集於一身的一個女仔嚟嘅，咁等大家多多支持佢。係，我要加多一句人比花嬌啦，你真係。真係多謝你幫我加呢句。Leslie， 你要諗下啦，你會點評分法咧？兩個都咁好，我好難揀喎，兩個都好嗱。太好啦！就係、是、因為可以打和咧，我點唔可以打和 ？They're so nice。打和啊！結果加大幫你，俾啲掌聲啦喎！兩位都非常之落力啊！咁兩位咧得到嘅禮物咧就係、是、可以同 Leslie 一齊影，即影即有啊！咁我哋不如逐位逐位影啦，好嘛？我哋逐位嚟。好。咁我哋有請工作人員可以稍為冇錯啦。咁我哋先將呢兩個咁靚嘅花籃咧保存住先。咁轉頭咧 ，Leslie 走嘅時候會帶翻屋企嘅，我知道。咁我哋俾全部朋友先影一張先，然之後咧，我哋揾工作人員幫手影即影即有啊。其實你呢個都幾犀利啊，係咪都之前係有冇試過咁樣整一個花籃送人？想祝阿 Leslie 啲咩啊？最想？都係身體健康啊！嗰啲事可以服務個性。非常好啊！非常好啊！好，我哋。好 ，thank you。咁不如就到呢一位嘅粉絲，係啊，跟住先，即影即有嘅手，係咪已經準備好啦？好，不如就影埋即影即有先啦，我哋。好，我哋望一望即影即有啊！我哋望一望黑色衫嘅工作人員呢度中間位置。好 ，thank you， 到你啦，好。啊！呢位粉絲話要等埋另外嗰位一齊咧，先至去喺台下休息啊，非常之有感情啦。係咪影 OK 啦？咪一齊再影多張，好啊！我哋一齊又補多張啊！我哋笑得比花一樣更靚嘅。
聽埋。好，唔該曬兩位 ，thank you。可唔可以再次俾啲掌聲兩位咧？係要留步。誒，唔好意思，哪留步喎、啊？哦，想報多張。好 ，OK， 冇問題。好，我哋望一望中間啊，再報翻張。哇，呢一朵花就係送俾我嘅，我轉頭就送俾爸爸啊。好，我哋望一望中間位置先。我實在太靚呢兩個好有藝術色彩嘅花籃啊，直情要貼糖添啊！好，咪影多靚相啦！唔該曬各位 ，thank you， 亦都麻煩曬兩位，非常之有心啊！呢、這、一個不如送埋俾你啊！好 ，thank you 先。其實 Leslie 啊，今日咧即係我知道你都有份禮物送俾大家啦，就係用你嘅歌聲送俾大家回饋翻大家喎。呢個時候。將個台交俾你噶咯喎 ，Leslie。好啊，好啊。唱咩歌等你介紹啦。哇，好開心，好耐冇喺觀眾面前唱歌啦。我第一首歌咧就想送一個好輕快、好開心嘅一首歌，叫做《Forever》。Forever in
我想問一下你啊，嗱，嚟緊咧呢個大型樂咧將會播一首你嘅歌，咁大家都知道邊首噶啦，就是、爸爸放心我出嫁。你知期唔期待呢？好期待！大家有冇睇㗎？爸爸放心我出嫁個 MV。如果冇睇咧，我真係好期待，因為咧。即係我哋剪片嗰陣咧，其實我都已經睇咗幾百萬次㗎啦。但我每次咧都會笑得好開心，同埋都會眼濕濕嘅，因為呢首歌真係係我送俾我阿爸嘅情信嚟嘅。咁好希望大家中意啦！哇，大型幕，大型幕啊！未睇過，要準備定紙巾俾阿 Leslie。係啊，我係啊，同埋準備咗個最佳位置俾你，Leslie 喺前方位置。咁我哋而家請 Leslie 啦，可以一齊。咁我哋喺台前啦。就一齊留意熒光幕，咁將會有《爸爸放心我出嫁》嘅 MV 啊，就喺我哋將軍澳中心呢度咧就會播放，大家一齊望望大熒幕。Thank you.
可唔可以上台先？可以。上台，我哋不如俾啲掌聲 ，Leslie， 請佢上台做下歡樂先。Leslie 完全估唔到，因為呢一個咧真係 surprise 嚟，完全地係 surprise。基本上在場都冇乜人知道，會特別原來有爸爸呢一段係點咧？而家感受 Leslie 知你想喊，好感動。係，好感動啊！睇完嗰下，你叫我你指嗰度做咩咧？好 surprise， hello， 好 surprise， 因為我爸爸而家喺温哥華啦，同埋即係嗰個係我哥哥嘅好 iconic 嘅 pixel art 啦，我即係依個就係我最幸福嘅一件事，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即係我屋企人大家都好愛我，好錫我，咁我係非常之感恩同好珍惜依樣嘢嘅。同埋即係我真係好希望通過咁開心嘅歌啦，即係唔止係送俾我爸爸，我真係好想鼓勵大家，唔好怕醜，多啲同自己屋企人，無論係爸爸媽媽、小朋友都好，多啲 say I love you， 多啲攬攬錫錫，一齊跳舞。我哋特登整一個比較容易啲嘅舞，就係、是、好想俾個藉口俾大家跳下舞。同埋真係好希望帶到啲正能量俾大家。好好呢個 idea， 同埋咧各位爸爸都可以一齊跳啦。係咪啊？我想知道爸爸跳嘅時候，你話好似有啲嘅舞步係臨時加落去。係啊係啊，最尾佢耍功夫嗰個咧，我哋冇人預咗佢耍，我哋以為佢可能咁樣，點知無端耍功夫，所以我哋其實大家咧，其實全程成個 MV 我哋嘅笑容啊，我哋啲反應咧都係真嘅。係。但成個過程係點咧？同埋有冇啲難忘啲乜嘢可以同大家分享咧？其實我哋即係中間跳嗰 part 舞咧，都有即係當然去排舞啦，排咗幾個鐘咁樣，好多謝 Franco 同 Eva 啦。咁最搞笑係即係爸爸唞緊嗰陣，個仔問使唔使飲水啊？唔好夾硬嚟啊！跟住爸爸就望住我，佢話：嗯，阿女，爸爸都係唔係太學到依個舞啊，你都係唔好咁快結婚。哦，竟然係咁啊！你當時點樣反應咧？咪笑咯，即係我知道佢係一半講笑一半真嘅，但係即係喺嗰一個 moment 就更加即係 show 到俾我睇，其實即係我都相信所有做爸爸嘅人咧，即係如果要嫁女呢樣嘢咧，係真係唔易做嘅，即係無論你幾愛我爸爸，好愛我老公嘅，好 OK 佢嘅，但係都係即係嫁女呢樣嘢係難 let go 啲嘅，有少少唔捨得點都係啦，所以。呢首歌大家就需要知道，放心，我出嫁。係，呢個真係好好，放心我出嫁。係啊，因為我都想知道爸爸即係見到呢個 MV 啦，又或者一開頭知道你有呢個 idea， 即係想有呢一首歌嘅時候，其實佢嘅感受係點樣咧？有咩反應？我初初寫呢首歌咧，就係用英文寫嘅，咁我就俾佢聽咧，咁佢都有眼濕濕，但我爸好 man 噶嘛，即係都唔會喊出嚟嘅，但係佢係好感動嘅。跟住結果真係錄好曬個廣東話版，跟住就即係 mix 好曬先至 show 俾佢睇咧，佢都好開心咯，係啊。跟住本來係少少擔，即係少少緊張，因為我問佢要唔要一齊跳舞啊拍 MV 咧。即係我本來要OK， 因為我愛你，我先做咧，即係嗰啲咧。但其實唔係㗎，因為我爸爸其實係可能。50、60年代嗰陣咧，都已經係拍緊歌舞劇，所以依個都係一個好正嘅回憶俾我爸爸。所以見佢其實好 enjoy 嘅，佢跳嘅時候好 enjoy 嘅，開心。咁同埋嗱，今個父親節就係你婚後第一個嘅父親節啦，會點樣慶祝咧？今晚就可能會同我老公嘅，因為我爸爸喺温哥華啊嘛，咁今朝都已經 video call 咗，咁今晚就會同。老公同埋可能老公嘅爸爸一齊過咁樣咯。亦都祝大家父親節快樂啊！父親節緊要。係啊，祝大家 Happy Father's Day。係，同埋 Leslie 啊，我知道咧，即係現場嘅朋友咧，正在睇 MV， 佢哋話咧唔夠喉啊，即係佢哋都想聽下會有個 live 版咧現場。大家想唔想聽現場版先？第一次唱 live 版啊！咁就將個台交俾你啦 ，Leslie。父親節快樂，大家！我就想。大家 Happy Father's Day， I love you all， 好多謝你哋嚟，大家爸爸放心，我出家。今天公子出席前先出嫁，爸爸不必顧慮旁我。照顧緊不錯，肩並肩，準你靠外哥。
做訪問嘅。